有的角酸，所以今天我们要打的是凤凰。这个家伙我其实还没有打过，所以这其实我第一次打凤凰。我稍微看了一点点东西，我觉得不大妙。那总而言之，我们就开始吧。我们现在介绍他的能力。所以凤凰这边有四个不同能力：具象化、螺旋时代、热情，还有可怕的十年。所以螺旋时代是会移除老化标志，为每个标志获得四点狩猎经验。然后你如果拿到太多狩猎经验，你会突然不存在。然后如果你不存在营地发明的家庭，带着你姓氏性的人，会失去两点武器熟练等级。Okay。 然后另外一个是具象化，是它具象化的意思，就会从决战板上移除，然后现行在目标相邻。要注意是与目标相邻。可是他会用底座尽量覆盖最多的幸存者来放置，所以是相邻哦，他不会硬靠到别人身上。OK， 不过待会我们还是要这样放啊，所以主要是，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可以放这样，然后压到他，所以是大概要再远离一步，所以他们每个人中间其实要隔一个那个隔一个3×3呢，有点憨，嗯。他们这样有隔一个3×3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边是这样摆位啊，就超级分散摆位，因为我怕被具象化压到太多人。然后这种是热情，回合结束的时候会执行基本行动。然后这是恐怖的十年，是这是会给你老化标志，让你存老化标志的地方啊。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这个恐怖的十年，然后你可以撒一个滴石来。尝试移除老化标志啊，所以老化标志其实好像还 OK 啦，只是如果触发这个的话，会让你的人突然挂掉之类的，突然不存在。OK， 那我们就开始吧。这边凤凰的设置是有8张基本卡，8张，然后有3张进阶 AI 进阶卡。跟一张传说卡，传说卡非常的恐怖，传说卡恐怖到不行。然后接下来它有10点韧性跟8点移动，所以就大概是这样。这个本能是鄙视，也蛮恐怖，因为会直接强制执行螺旋时代。我看一下，如果没有老化标志的话，螺旋时代其实好像还好啦。所以可是就它基本行动其实就会给一个目标一个老化标志。好，而且每次怪物回合结束的时候就会执行基本行动，所以它每轮基本上会稳定给你一个老化标志，至少。好，这边洗一洗。那我们的第一个怪物控制者，我们会想要先让他来弹伤害，也就是等一下，我是不是放错人了？应该是他，是不是？对，应该是他，因为他有2点闪避。我这个这些人其实有点不大适合打凤凰的，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不大疯啊。凤凰其实需要蛮高疯狂度的感觉。不过我第一次打，所以我可能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一样就是怪物操纵者先让他来当，因为我们应该会想要先让他被怪物打，然后因为他的闪避比较高，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做些事。我还没有看过任何 AI 卡啦，除了一些传说卡之外，传说卡看起来都超恐怖。好，我们开始吧。第一张凤凰回合。生命原貌啊！怎么一开始就是当生命原貌进场，怪物获得+4韧性标志。生命原貌朝上被抽出的话，治愈所有伤害，移除所有负面标志吧。进场时朝上被抽出，哦，这是持续，所以这持续的意思是它会这样子，在上面，它在上面翻开。然后朝上被抽出的时候是这个动作，所以他现在获得+4韧性标志吗？啊，持续性伤害返回命中部位排队并洗牌，
被神秘影响，他们加二生存跟加二疯狂恢复所有护甲点，至于所有受伤的竟然移出永久，包括十条暗标识。然后比士兵归档生命源吗？超复杂。所以我猜这样子的话，他应该会直接获得加四韧性标志啊，嗯，因为这是进场的时候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嗯，那个到这里其实翻译变得有点不大好了，翻译开始变得有点不好，我查一下英文的规则。就是前面白狮的翻译其实翻译的还蛮不错的，可是后面的一些翻译蛮常都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不大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张就抽到传说卡，其实还蛮糟糕的。生命原貌是 life pattern。OK。所以这是 while life pattern is in play， 他会拿到四个韧性。这是进场，我们看一下持续是不是真的是那样。所以这持续卡会抽两次，第一次他被抽到的话会执行任何朝下抽出的，然后他会把它放上，然后并面朝上放在 AI 卡上面，他会然后弃牌 ，position even when they face up on the top of AI deck。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点难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他进场的时候。当他在上面的时候，我因为英文是 while life pattern is in play， 所以这个意思我猜应该是当他面朝上在上面的时候会触发这个生命原貌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这个打掉的话，其实他这个就会不见，然后他就会减四韧性，所以他不会永久获得加四韧性啊，意思大概是这样。OK， 这其实有好有坏，因为其实这代表我们，有可能可以做一些事，就他等于第一轮没有攻击，哦不对，他还要做基本行动，都忘了。所以他还要做基本行动，怪回合的时候执行基本行动。所以最近威胁每个人都一样近，然后无目标的话是有没有无目标，所以我们一样就是最近威胁我们就一样选他，所以他获得加一疯狂。然后接下来他获得一个老化标示，老化标示我们这边用骰子来显示好了。可以直接显示一吗？给一，好，然后，接下来呢，老化标示，然后移动并攻击吗？这是速度二，精准二，伤害二，然后还有刀片风暴啦，我应该是想要跑走，他移动是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其实会跑到这哦，所以我们大概要跑到这个角落之类的，我们可以冲刺到这个角落，让他移动到这里来，然后他就不会，他后面这个刀片风暴也不会打到任何人，因为他面对的地方并没有任何幸存者，所以我们就使用冲刺，所以这个家伙使用冲刺，我们就撒一个滴石，看他生存点有没有回来，可以并没有回来，要六以上才回来。所以他就冲刺跑到这里来，然后就往前移动八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所以就打不到任何人，这东西也太大了吧。然后刀片风暴前面区域也没有任何人 ，OK，
OK， 头有点痛，头有一点点痛，一点点痛而已。好，那这个家伙是我们的蓝色救世主，嗯，那接下来就轮到了幸存者的回合了，没有错哦。我们先用猫眼来看他的牌，我还蛮确定应该是先用猫眼来看他的牌。我们先爆发用猫眼吧，我们先爆发用猫眼。所以他现在有身皮套装，所以他可以比较一直用爆发。所以我们先爆发用猫眼看牌，所以一样是看三张，完全没看过的牌。所以这个是进行位移，位移是在离攻击者最远的任何板边缘里放置凤凰。如果攻击者有任何，他可以尝试跟随凤凰骰个 D 时，如果掷骰结果等于或少于掷骰经验，放置凤凰后，他会放置在跟凤凰相邻，否则取消超出攻击的命中。暴击会遭受一点额外伤害并绊倒，把他向前移动一格。获得减一伤害标志，吹走了东西，在幸存之眼的幸存者获得加一疯狂之持，所有其他幸存者们遭受击退期和猛击。啊，这也太瞎了吧！这也是暴风之眼，幸存者获得加一疯狂，其他幸存击退期跟猛击。当真？这有点要求幸存者要站在这些位置了，可我们现在其实有点难站在那些位置了，而且站在那些位置会出现问题吗？其实好像也还好哦。我们有一个红色的救世主哦，蛇蛇，1 2 3 1 2 3 4 5，差一格哦。这家伙这个提灯级其实攻击之后，它可以远离怪物方直线方向移动两格，绊倒。我们这个家伙要守，我们其实有带两个即时装备来跟我来处理凤凰的问题啦，所以我其实可以用即时来硬把凤凰来这个弱化下来。比如说，我可以直接丢即时。然后让他触发两个凤凰之眼之类的，遭受一点额外伤害并绊倒，绊倒是什么意思？并被击倒还是绊倒？绊倒是三小意思。好，我再来查一下英文的这张卡 ，Feathered Black。看起来真的是绊倒，所以这个是 extra one and stumbles movie one space forward。反正绊倒意思应该就是往前走一步。OK， 击退期和猛击，猛击还要再站起来，其实有点麻烦。往前走，往前移一格。好。遭受一点额外伤害还蛮好，然后拿到减一伤害标示也蛮不错的，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先直接用即时来直接把这个生命原貌给打掉，这样子就会把这四个韧性给拿掉，因为不然有点太恶心，而且这多一个伤害其实蛮好，所以我蛮有可能会直接用即时来处理这个章羽毛的背部。这样直接移出两张卡，然后辉煌的翼爪，问题是要怎么处理这两张牌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即时，不过伤害二其实是还好，加一疯狂值是我们蛮需要的东西哦。他可以被击倒没有关系。因为他如果要直接丢基石的话，他就事情就已经做完了。好，那不他会被，他有可能会被击退期两次。好，那所以应该是这个在最上面，然后这边会有两个这个，
往前移动一格。OK， 好，那就这样。所以一样就他使用他的基础行动，所以就是他要先走路。一二三四五。等等等等，他其实应该要一二三四五走到这，这样他被击退两次就会被卡在边边，不会跑太远。好，然后他就用直接把基石丢出去，所以这个基石就是直接归档他，然后撞自动命中，而且直接造成一次暴击伤害。再会基石，你是我们好伙伴。所以这边就是长羽毛的背部，所以我们就直接结算暴击伤害。暴击伤害的时候就不用结算这些反应，所以他稍受一点额外的伤害并绊倒。所以首先我们把这移掉，然后再移掉一张卡，所以就没有这四个韧性了。OK， 然后往前移动一格，所以就会这样。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一二三四五，想办法站到他的风暴之眼位置啊！大家可以用爆发走过去啊！我们有这两个，他已经冲刺过了吗？被击退七有点讨厌。所以他一定要冲刺才能走到。其实蛮有可能的，是感觉应该是要我直接围殴他一波之类的。他已经冲刺过，他不能再冲刺了。哦，这好难哦，我可能要牺牲一点伤害，一些伤害之类的。哦，一二三四五，他现在其实打不到哦，他王者长枪是打不到。主要是他结算完伤害之后，他其实可以冲刺过来这边啦，然后站在风暴之眼的位置。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我们可能要牺牲他的伤害，不然就是他要先做伤害。然后他做伤害到一半之后，他再爆发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被击退七。好，你就这样吧。所以他就先一二三四五，然后他应该要先冲刺啦，看他的生存点有没有回来。有，他先冲刺，对，冲刺完了，然后再做正常行动，走两步到他屁股，然后用他的直虎攻击，对啊，我其实应该想办法做这个哦，猛扑，所以应该是先走到这，他走到这吧，然后再猛扑过来。他原来在这吗？他原来在这，一二三四五，应该是走得到啦。所以他猛扑过来，用野兽直虎跟这个效果，然后还有白狮大衣这个效果，所以他直虎力量会加一，然后精准加一，然后这边再加一力量跟加一速度，基本上加三力量、加一速度还有加一精准，所以我们筛五颗骰子，有点多。他还在屁股，所以他其实四以上就会中，所以我们中了四颗，希望不要触发陷阱，刃甲 ，OK， 粗壮的脖子，刃甲不会受伤，我们先结算这两个。减一韧性标志，好，那先算刃甲二，没有发生任何事。
然后是长羽毛的脖子。二，这有中吗？我们要八点韧性哦，我们要八点力量，所以这内件四，然后这边有二，所以这样是六，然后这又给加二，然后这边又给加一，所以的确有哦。虽然其实无论如何都会打伤他，有高几率会打伤他。OK，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比较神奇的东西来了。如果暴击的话，我比较想要。其实还有一个选项是它可以爆发，然后丢基石哦。可是它会先触，它会触发这边的东西。它不用爆发丢基石，它就爆发一般攻击就好。它会被击退很多啦，啊。那我们先来结算这个吧，简易伤害标识，搞不好会暴击，是不是？哦，What the fuck！ 真的暴击了，所以这样就没有触发这个伤害的东西，然后它会简易伤害标识。What the OK， 哦，我接受。简易伤害还蛮好的，我个人认为。然后一样拿掉一张卡 ，What？这样就没有触发风暴之眼，然后我可以再结算这个，总不会爆两次。好，那在这个瞬间他其实是打中了，不过我们其他人要救定位，他是没救了啦。不过他就先爆发，对，他先爆发。是他吗？对，欸，是他吗？哦，没有，是他。欸，等一下，哦，没有，是他，对，是他，他先爆发。OK， 所以他的生存钮拿回来，然后用他的这个王者长枪打他，所以是甩两颗骰子。哦，两个都中了，他有精准吗？他其实还有精准。OK。我们再拿翻两个张牌，致死打击、减二韧性跟遭受倒带。我们有他有一个老化标志，所以他其实不怕这张，所以我们就先结算这个辉煌的软腹。哦，暴击，开放性伤口，抽绝爱卡，甩个 D 十，会受一点伤害。OK。所以一样再拿一张牌，也是持续性的，然后再甩内部的脸，三，有打中吗？减二韧性，所以它是八韧性，然后三加三加二，所以其实刚好有打伤它，它还有加一幸运，我好记得，所以它甩到九其实也算暴击，嗯。所以刚好有打伤他，哦，其实蛮幸运的，嗯 ，OK， 这是持续性的嘛，抽 AI 卡 ，OK， 然后换他来做冲刺，这个家伙，他冲刺，所以走一二三四五，走到风暴之眼位置，然后再爆发。其实他可以晚点爆发，他先不要爆发好，他就走到风暴之眼位置就好了。OK， 所以就来结算这个章羽毛翅膀，所以暴风之眼的幸存者获得加一疯狂值，所以他拿到加一疯狂值，然后他也拿到加一疯狂值，对吧？还有什么？然后其他幸存者击退7和猛击，对，击退7就跑这，然后还有击退7 1,2,3,4,5,6 OK， 猛击就会倒下来 OK。 等一下，他是红色救世主，他其实必中两颗，我又忘记了。
他其实必中两颗吗？对，没有，红色救世主是他，他其实必中两颗，他其实必中两颗啊，他冲刺过，然后还没爆发，然后他冲刺过，然后也还没爆发吧？对，好。然后他也还没有做基本行动，所以他可以先，他现在可以做基本行动，好。然后他是冲刺过了，然后也爆发过了，可是还没有做基本行动。然后他是有做基本行动，然后也爆发过了，好。所以这就伤害了。好，我们剩15张卡，我其实完全不知道他陷阱会做什么。不过我们现在应该要继续前进的感觉，继续打他。所以就他爆发吧，换他爆发。OK， 生存点有拿回来，然后一样用野兽之呼打他。所以，因为他是红色救世主，所以他有两个红色方块，所以他有两颗骰子会自动命中，所以我们骰三颗骰子就好了。所以中了两颗，所以中了四个地方。刃夹 ，OK，OK， 没有陷阱卡，强壮的拇指。遭受倒带，遭受倒带并不好。哎，负这次攻击，对，本能，怪物怒视穿过幸存者弱小脑海里，引起一阵炸裂的疼痛感，转向面对攻击者，并甩个 D10， 如果是赛结果高于。攻击者，所以他为每一个他拥有老化标志遭受一点大脑伤害。OK， 这其实没问题嘛，因为他没有老化标志。震落一个寄生虫，强壮拇指，加一勇气。不过这个有点问题啦，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现在骰刃甲，好，没事。然后是拇指，这也未免要做太多事了吧？三有打中吗？他现在是10吗？所以3+2是5+4是9。然后他用全刃攻击有+2力量，所以有中。我来查一下这个倒带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这全部的都会不见。如果倒带成真的话，来看一下 ，Glorious Soft Belly。对，没有错，会直接全部伤害都不见。OK， 那总而言之，这个有打中，没有暴击。我们应该先把它放在一旁，然后然后要记得这个要抽啦，如果说这个没有伤害到的话，就要记得抽。好，接下来是这个，一样甩个 D10。9，等一下，他是暴击憨人吗？不是，所以一样有伤害到哦，所以放在这。面对攻击者并甩个 D10， 他没有任何老化标志啊，所以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啦。
哦，其实他狩猎经验也比较高啦，所以其实没事。好，接下来是，哦，这两个都有倒带哦。感觉完全没救哎、欸。等一下我们要甩到多少才不会打中啊？是不是只有甩到骷髅头啊？是吗？他现在减一韧性哦。然后我力量是4+2+多少？4+2+2就是8。然后他现在是9韧性，所以你我只有甩到骷髅头才不会中，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我其实有几个可以做的事情，我可以先甩这个啦，我可以先甩这个，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做爆发之类的。OK， 所以这个现在会触发这个伤害的东西，然后把这些全部都倒带回去。那在这个瞬间，我其实可以让他来做。啊、他爆发过了吗？他也没爆发过、我可以让他来做爆发，然后尝试做一些其他事、他是这个家伙吗？他其实也超强，他其实可能也超强，不过说实在我就让他做倒带好了啦，我就让他做倒带，好，我就让他做倒带，因为说实在并没有到那么糟，所以就、做了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然后要把它远离它五格，是不是？离怪物五格远的位置，1、2、3、4、5，好，并没有那么糟，那接下来换它，所以它就它。刚刚做了冲刺，所以他一般的行动其实还没有做。他其实好像应该在缸那边爆发了。他应该在缸那边爆发的。那样会变很复杂。我们不过那样子是正确的打法。原因也有点复杂。所以他在这边其实要做爆发。因为他有可能会做些事，让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这两个都有打中，这到底要怎么记录啊？这到底要怎么记录？我把它放在，我把它放在这里。好，凤凰也太烦了吧？好，他应该在这里做爆发了，因为有几个原因啊。就假设他应该先做爆发，然后他如果被打走的话。他可以再走路走回来，就比如说他如果被倒带的话，他可以再走路走回来，所以这样会好蛮多的、所以他还没有被拷走。好，那他做爆发，所以再少一个生存点，然后就用他的这个提灯级来戳他，甩两颗骰子，看起来他反击比较少吗？不大确定，所以，他有，哦，他力量超高，他没有任何精准，所以4以上才中，所以其实只中了一发，OK， 伤害该命中部位会加韧性，章鱼毛身躯，这次攻击前结束前取消锁，哇，这好棒哦 ，OK。总而言之，我们来筛。我蛮确定加韧性是12，对不对？可是因为这是7，然后他自己带4点力量，所以基本上还是一定会伤害到他。OK， 所以这其实还是有伤害到他。OK， 然后倒带就发生了，其实就是刚刚的事情，就一样被远离五格。所以他的基本行动其实还没有做哦，然后他，我猜应该都做完了，我猜他爆发也爆发过了吧，对啊，好，那接下来应该爆发过，刚那是他的爆发，谁是谁的爆发？所以他做基本行动，他先攻击，所以一样甩两颗，4以上会中，中一颗。超级防御，OK，
忽略摧毁护甲效果，这听起来很不妙。好啦，我们来甩一颗，给吧，也有伤害到、哦。超级防御还是会被伤害，只有刃甲不会被伤害。对，超级防御是会把脆弱的装给打，让它直接坏掉。一样，它现在其实只剩下四滴血哦。我们伤害还是挺猛的，其实，不过我们的回合结束了，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有两个人被击倒了，然后一个人被倒带。好，那接下来换凤凰第二轮。老天啊，我为什么这么害怕？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点太恶心了，他第一轮没有做攻击，其实是一件好事，我应该说我们也有那个可以用，我们用基石来处理那个东西很方便了。好，接下来抽牌抖咯，撤回，凤凰撤回了一个名字，用最多老化标志的遭受撤回，数目相同。甩个滴石，从结果中减去现有的老化标志，如果等同于或高于他们认知，他们遭失去名字，否则无事发生。OK， 所以最多老化标志人其实就是他。Okay, what the fuck？ 这有点像游戏王感觉。就你要做事是不是？我先把这张卡看一下，他到底是做什么事？遭受撤回 ，OK。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闪一个第一石，然后从该结果中减去现有的老化标示。结果如果等于或高于他们认知，遭受失去名字。他认知没有，他认知只有4。我们先甩一个第一石，只有超级低的状况7。OK， 所以7减1等于6，所以高于他的认知。如果等于或等于我们遭受失去名字，失去名字获得加认知，擦去他的名字，移出所有老化标志，并失去所有生存点，不能获得生存点，不能如果幸存，他会不复存在。好。好，等一下，要做什么事？失去名字，或者加认知？为什么失去名字会加认知啊？我觉得不大合理。然后失去所有老化标，失去所有生存点，再见生存点。OK， 然后失去所有老化标志， okay, 没有了。获得加认知，失去所有生存点。他不能获得生存点，他没有名字啊。这其实是一个规则，就是你必须要有名字才能获得生存点。是一个蛮有趣的规则。所以啊，就这样啊。我觉得凤凰还是挺变态，而且他的陷阱还没有出来啊。他只剩四滴血啊 ，OK， 这减一伤害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完全没有攻击过，虽然没有攻击过，好像也没有很好。好，没有，他要做基本行动，差点忘记执行基本行动，所以最近的威胁攻击范围内，所以是他，攻击范围内，他获得一个老化标示，太阳安，改一，获得一个老化标示，然后，移动并攻击 ，OK。被刀片区域炸到，到底猛击流血一，击退7，它是1、2、3、4、5，它其实可以走回来哦。我只在想到底要不要冲刺哦。好，其实我这边应该要先爆发，然后看它的这个，看它的东西。
先爆发猫眼看他的牌，因为我要知道他到底，我要知道我需不需要站在风暴之眼。我们需要优先攻击。优先攻击可以取消他的攻击。你凝视你的未来并杀死你所有孩子。哇操，直接打 JJ 了，直接打你的小丁丁。减二韧性，柔软的腹部，这很好。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花费三个老化标志来获得一点生存点和遭受一点大脑伤害。所有相邻的幸存者开始呕吐并被击倒，暴击好像并没有好。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站在风暴之眼。我们这三个还是都可以，一个人就小丁丁被打烂，应该是 OK 的吗？所以这三个都没有倒带，所以我们会想要让有老化标志的人最后再打，所以应该是他跟他要来吃这个遭受损失生殖器的惨痛代价。全刃，一个救世主要损失生殖器哦。OK。撤回，好，我们顺序到底是怎么样？这大概是最后了，然后所以应该这样。好，然后他要执行他的这个行动。我们可以吃这个伤，我们要吃这个伤害，所以他会甩两颗骰子，有一个没中哦。他是打他吗？他有一点回避，所以这个是有中的。他还有四点生存点，我们可以直接闪啦。不过他现在伤害其实只有一，所以其实吃这个伤害好像没什么问题。腰部吃这个伤害。然后接下来要触发这个刀片风暴，这刀片风暴我们就要冲刺跑走。他可以走回来吗？他要冲刺才能跑回来。OK， 走到这。好，那他的回合就结束了。等他回合就结束了。好，那接下来超级防御，我应该没有做错事吧？啊，没有，没有吧？他们俩站起来了。啊，他刚没有站起来，代表他刚是不能用生存点。没关系，我们刚用他把他叫起来吧。看他生存有没有回来，并没有。好，刚他把他叫起来，然后他再爆发用猫眼。OK。他也刚好没有在他的这个刀片爆炸区域，不然其实有点讨厌刀片风暴的爆炸区域。一二三四五六，啊，刚好猫精弓射不到他。OK， 他冲刺过了吗？所以估计是，我们还是只有两个人可以攻击哦，这么惨吗？他可以冲刺跑过来啊，然后他没有办法冲刺跑过来。应该说他可以冲刺跑过来，然后用他的这个触及式的王者长枪打他。
然后大概就是我们可以做最好的事情了。它有生皮吗？嗯，哦，它其实没有生皮哦，它应该会再少蛮多生存点。我忘记它没有生皮了。哇，一团乱，很会。它刚有爆发吗？它刚只有爆发一次，然后激励一次，所以它现在是四点生存点没有错。好，这样其实应该不要让它激励啦，不过希望这场决斗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是谁先开始呢？所以应该是他先开始，他基本行动先开始。对，他基本行动先开始，然后打他。对，用他的好棒棒长枪打他，提登级。对啊，是这样吗？好像不是这样，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大概是这样。我们先甩两颗，超混乱。主要要让他站到正确位置啊，所以这两颗都有中。对，优先攻击，跟你的小丁丁说再见吧，爆炸小丁丁。再会。他受到一个升级器被毁的严重腰部损伤。其实他，因为他其实有那个诅咒啦，所以其实是还好，只是有点可怜而已。生殖器被毁，没有办法执行亲密事件。OK， 然后是柔软的腹部，六一样有打中，没有暴击。OK， 他剩两滴血而已了，所以有刚有一个是那个击退的，其实我现在可以再猫眼一次，搞不好可以规避掉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正常行动使用猫眼指环。有任何老化标志遭受倒带？啊，有任何老化标志遭受倒带啊？等下，之前是这样吗？我是完全玩错了吗？哦，我之前完全玩错了，欸，我以为是没有任何老化标志会遭受倒带。好吧，我好像玩难了一点，不过有点，因为我原先这个没有遭受倒带，然后这个遭受倒带，所以有点平衡掉。所以没有老化标志其实比较好。OK， got you。执行基本行动目标是攻击者。这是在想采资源的时候了吗？我们现在其实好像要采资源呢。让他把大家名字都拿走吗？让他把大家名字都拿走。因为他等一下一定会拿到撤回这个能力，然后他会把他名字拿走。他只剩两滴血，哼，因为我们可以采植物或干嘛的啦。好，那他移动一二三四五，然后接下来换他吗？他可以就采，他可以采这个梦魇树啦。六，找到装饰的废料，获得一个破碎提灯基础资源。OK， 呀，他不会被，他可以一直踩哦。
哦，可以一直踩。OK， 拿到一个破碎提灯基础资源。OK。他可以走路啦，或是爆发采资源之类的。他爆发过吗？他没爆发过。他可以走路，然后来采这个。啊，这边还有一个框，或走路爆发来采框，其实也蛮好的。好啦，走路爆发来这边采框吧，有点贪啦。嗯，那这个框我们就直接直杀，框脉。九，拿到一个铁，这改别人名字还蛮稀罕的。他要爆发，对不对？他要爆发，他没有那个生皮。好，然后接下来换他，一二三四五，走到这里来。嗯，他现在没有名字，对不对？对，他完全没名字，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生皮的效果。他可以用生皮头上看 AI 卡，不过我们知道是这张，所以其实看不了。OK， 他其实可以攻击他哦，因为他其实有超级长手收，可是这样子他会执行基本行动两次。其实不好，可是他这样会把他生存点没收掉啦，是只有三点啦。OK， 好，我们是真的没有其他事可以干啦，感觉上真的没有其他事可以干。好，来吧，可以采植物啦，可是要爆发吗？爆发也不够，冲刺也不够。他也没有生存点，我们待下轮就要结束，我感觉我们待也不用硬采这个植物。好，待下轮结束吧。好，那其实就先攻击了，是不是？对啊，其实就先攻，他就先攻击好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做更多事了，所以王者长枪。这样有一些好处啦，他六以上才会中，可是他有精准一，所以他这个五有中，失败会执行基本行动，然后一样我们来筛二，感好像失败了，是吗？两点力量，三点力量，五点力量，都没有错哦，失败了。那执行基本行动，所以是获得一个老化标志，已经没有名字了。OK， 获得一个老化标志，然后攻击他，走过来。哦，等一下他会还会有刀片那个含东西哦。摘两颗，都中了，可是都一点伤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吃这个伤害的缘故。腰，一点伤害跟两点伤害差超多。脚，然后再触发这个刀片风暴，击退机猛击流血一。然后获得一颗流血，然后被打走了。好，那就结束了。对，我们回合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换凤凰回合，换他控制，所以我们一样抽撤回起来。撤回一个名字，用最多老化标志的幸运的遭受撤回，所以这两个家伙都有一点老化标志，所以他们两个是随机的。
那这个骰子是他，这个骰子是他，比较低的会被撤回，所以他又被撤回一次了。他已经没名字了，其实，骰一个D10，九，减去他老化标志八，高于他认知，对，所以就直接没有这个老化标志。呀，他会再加了认知哦。我操！OK， 我不知道没有名字可不可以再被撤回啊？他感觉好像是可以啊，有点憨而已啊。好，那他执行完撤回之后，他要做基本行动。最近的威胁攻击范围内，这家伙已经倒了，所以他不是威胁。这家伙已经倒了，所以他不是威胁，所以是他啊撤回只要求最多老化标志。所以最近威胁是他，然后，所以他会获得一个老化标志。来，这老化标志给你。然后啊，失去名字。等，这里。那他要攻击他，所以他可以走到这，或者走到这。感觉应该走到这，这样面对他比较好。虽然我们爆炸区、刀片区域都只有一个人，都没有人了。嗯。然后骰两颗骰子，四是不是还是中啊？他闪避二对吧？四还是中，所以一样中两颗。我们会闪一个伤害啦，如果要的话，凶。感觉是不用闪了，所以他的生存点其实也有点宝贵啊，胸跟腰。哎，他现在都减一伤，是减一伤害价值连城了。好，那接下来是刀片区域，我们其实不想被击倒跟猛击，所以就爆发跑走吗？啊，我们就爆发跑走，冲刺跑走。我没有办法跑到植物旁边哦，好可惜哦。哦，这个铁矿已经不见了，我们刚刚踩掉了。一二三四五，哦，这之类的哦。一二三四五，可以走到这好了啦，搞不好还有机会踩草药、草坛。好。那接下来又轮到了我们的回合，应该这轮要把它干掉啊。接下来是老化标志，是不是？他还没站起来，我们可以把他叫起来啦。对，我们应该把他叫起来，然后让他攻击吧。来，把他叫起来，激励。被你站起来了。嗯，他有老化标志，主要问题是有一个暴风之眼的东西，他可以先冲刺。他如果触发暴风之眼，他可以冲刺过去啊，他也可以冲刺过去。看我想不想踩那个植物，那他刚好会到吗？算击退期，好，所以我们就是他先移动咯，他先做基本移动，一二三四五，因为他已经冲刺过了，然后这是他基本行动，攻击他是这个角色，所以闪两颗王者长枪，中一发其实不错。他没有任何老化标志，所以我们骰一颗五哦，五有中吗？五是刚好中，
对，五是刚好中，哎、欸，有伤害到、哦，他没有任何老化标志，所以没有遭受倒带，哎、欸，所以这个中位也没了。好，下一张是风暴之眼，下一张是风暴之眼，我大概要再做猫眼，他在使用他的猫眼指环，我看三张。主要是陷阱率应该挺高的，像这个时间停止，遭受厄运，不可阻挡或使用战斗机被无助抓住，敌人进行目标攻击者，忽略场上所有调整标志，所有攻击骰子骰结果加二，加二十命中，啊，所以是 ，OK， 不大确定这到底什么意思，是哦。攻击骰结果都是二加以上命中。看、okay ，他不是执行基本行动吗？转向面对攻击者，然后伤害会执行位移。有任何老患者跟随？可以。所以总而言之，这是最后一张。然后我们需要用一个，他其实只剩一滴血了。对，大概是这样啊。好，所以应该是让他来攻击啦，所以换他执行基本行动，走一步到这，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其实应该来采草药，我知道采草药听起来超贪，不过，打刚冲刺人其实他，他走过来采草药，采草药超贪。搞不好我们应该采铁矿哦，采破碎体的，消耗它加一生存点，安安，好，然后所以他基本行动都做完了，换他走过来打他，那只能一滴血嘛，所以我们就一样甩两颗提灯机 ，OK， 所以中一发。这个不要甩到骷髅头就他就死了 ，OK， 没有甩到骷髅头，所以他死了。其实好像偏简单哦。不过他主要他其实有我，他从来没有攻击过我，他从来没有攻击过我，所以我们只有基本行动哎。刀片区域，他没有给我更多的老化标记啊！他如果给我更多老化标记，其实还蛮痛苦的、啊、而且他的陷阱又在最后四章里面。嗯 ，OK， 那凤凰击倒，赞赞，所以这边就来做结算了。所以首先是加一狩猎经验，加一5000狩猎度，加一加奖励，狩猎经验加一武器狩猎度，他没有设任何功啊。狩猎经验他有伤害到 ，OK， 六狩猎经验应该同样也是加十个，我可能要再查一下救世主相关的东西啊。毛也有伤害到、哦，一样加四个，然后他的直呼也有伤害到啊、哦、，OK， 所以我先做年龄事件，也就是这两家，所以是这个反应力提升，闪两个滴石。我的 hell， 这是二，这是二，所以永久获得加一移动。哇，跑得好快啊！我还是一个小憨儿，他没名字啊，无名。然后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救世主，这是10、17。所以获得一个随机的战斗记忆，
十字手臂防御。这什么鬼？被命中时，掷完命中骰后，可以将一个骰子的结果改为手臂。哇，好棒哦！好，坦克技能。他们还会触发这个啊，所以他会每一个年龄里程币或获得永久加一幸运。我之前也有加，所以这时候第二个年龄里程币他还会再加一个幸运。嗯，然后这边也是。年里准备会获得加一力量 ，OK， 加一力量，好，然后就没了吗？对，所以我们再来看奖励的部分。所以第一次被击败，我们会获得这个羽毛攻防，然后有老化标志的幸存者获得加一认知 ，OK。所以他有老化标志，所以他获得加一认知。然后我们刚哦，他没有老化标志，他有老化标志，所以他获得加一认知。OK， 然后我们会开攻防，所以这边攻防就打开了。羽毛屋。然后接下来会拿四个基础资源跟四个凤凰资源。洗一下，洗一下，一、二、三、四，超多皮毛，小手像寄生虫，然后四个基础资源，三、四 ，OK， 赞赞，我们资源超多，因为上一次没有办法，就是有效消耗资源。我把他们先叠在一起。OK， 我看起来我们可以稳定狩猎凤凰了，至少感觉起来是这样啊。或许可以考虑稳定狩猎凤凰。OK， 不过要记得我们现在是有两个救世主的存在啊，所以就救世主其实还是挺强的。这种百分之百命中啊，然后加一幸运算完全没有用到，理论上是。挺厉害，还有加触级什么的，好，那就所有的奖励都结算完了，这加认知也结算完了，那就这样啦，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如果喜欢的话，先按赞和订阅，没有错哦，那就今天就到这啦，凤凰击败。把这些东西收回去，那就可以回到营地去了，那下个营地我们会再来做一些其他事啊，这是上一个营地事件，下一个营地我们一样会想要做我们之前没有做完的事，然后我会再研究一下这些凤凰装备到底好不好，或许我会跳过一些皮革装，直接做凤凰装也说不定啊，因为哦，还有一件事我差点忘记做，这个家伙的诅咒要再触发一次，王的诅咒要再触发一次。Okay. 每个人都在这个比赛，谁先不见？每个强的都在比赛，谁先不见 ？OK， 王之诅咒。OK， 甩一个部位甩 ，OK， 甩到胸了，终于甩到胸了。所以躯干伴随着可怕的声响，你的胸膛中。肋架彻底扭曲变形，刺穿内脏，敞开的胃倾倒出来的胃酸侵蚀你暴露的内脏，你弯下腰呕吐出来的泡沫到处都是，最后你站起来没有了呼吸，但是不知道什么仍然站着，现在把稀有装备皇家副甲放到你的装备栏，其他生还者遭受三点大脑事件伤害，获得王之步伐秘密战斗记忆，哦，我都忘记这个其实有移动的效果，不过其实这场战斗我们想要一直站在风暴之巅啦，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所以这边是其他所有幸存者生还幸存者遭受三点大脑事件伤害，对，一二三，搞我们的疯狂快被拔光了，对，大脑事件伤害，所以不会甩那个严重创伤 ，OK， 完全零疯狂，好，
然后王之步伐，King Step， 王之步伐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东西，嗯，就是它会，它可以直接弃战斗压力，然后你在抽取命中部位卡之后，你其实还可以在直伤害彩之前，你可以把一个抽中的命中部位重新换成另外一张，可是它没有办法弃陷阱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能力，就一般对战的时候，当然就只是重抽命中部位卡而已。OK， 那应该就全部都结算完了。没错、哦。好啊，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就之后再见啦。我应该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铁。然后这边也的确有打到一个绒毛跟两个尾羽，所以的确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凤凰装备的啦。嗯，这两个都是要尾羽嘛，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三件凤凰装出来。嗯，不过我要研究一下套装到底会做什么，有的没的。嗯，好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之后再见，拜。